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星期五啊？自己在这里搬到好像很多人，嗨大家好啊，有没有挂住我啊？一个星期没见啊，你看看，哎呀是不是很有阳光啊？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在星期五的夜晚来到阿晶的直播间，掌声。哇哦，一生何求，喂天王先生，仁兄你啊，你哋大家好啊，你哋好嘛？俾啲掌声自己先，大家都好绝准时，犀利喎！一睇就系。好的好好的美德不迟到是一个美德来的，美美好美美亮丽美丽美美德是吗？那个画面向日葵来的，我哋一起向住太阳，系咪几好呢？成日都系望住好温暖嘅地方，咁我哋大家都好温暖噶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准备开始啦喎，饮啖水先，清下个喉咙先。第一第一第二呢都有钱收啊，起得上市那个大石呢是第二的，仁兄红豆豆晚上好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一首歌的时间，上来就开始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，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，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更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也飞，却飞也飞不高，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嘿，哥哥伴奏同埋嗰啲聲音得唔得？陣間我嗌你哋好唔好啊？你哋話好啊！
你哥你好。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不好？好。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那里的理想而伸手，生命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呀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？小小鸟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你们都是大大鸟。我好像说着你们是老鹰。大家晚上好啊，欢迎这么多位今天是星期五的夜晚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多谢 Jimmy 是吗？日本的朋友你好啊，こんばんは，こんにちは，好像是这样的。婆婆，婆婆晚上好啊，多谢婆婆的支持，要求不是很高是吗？萨瓦迪卡，多谢多谢你婆婆。李哥，李哥晚上好啊，今天不用去钓鱼了是吗？大家晚上好啊，好，背景好凉，第三跑跑第三名累已经好开心啊，梗系啦，但系我都未，我唔系好明嘅，其实我都冇咩点样睇嘅，即系后屘知道佢系第二咋，好似 K K 哥晚上好。阿 Win 晚上好，还有没有人没有打招呼的？这么多位大家，所有人好啊，大家晚上好啊。Konnichiwa， 是吗？讲啱了啊。给了赞啊，多谢多谢。多谢多谢，这么多位一天来就已经给了赞了，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你们在白忙之中抽空过来，你又看我的直播，好好欢迎你们。今天准备的那些歌呢，基本都是我比较喜欢的。那我们这里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一个星期大家见一面，见到之后就互相打下招呼，哎呀大王你迟到啊。大家就互相打下招呼，倾下偈，咁样几好嘅，好开心嘅。亦都欢迎好少打字啲朋友都可以一齐参加到我哋大家嘅倾偈当中啊。咁咧一二首歌嘅时间就系俾大家咧倾下偈、打下招呼先嘅。第二首歌即刻嚟咯，准备好未？暴风女神。唱同一齐唱啊！
空，怒气狂涌，巨浪乱撞乱动，雷电用乍见暴力划破这世界真的天空，狂奔雨中，视野朦胧，狂飙着狼来，食落来，神秘的落。眼中活着只喜欢弄坏，事后无踪，一起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，逛不穿的暖火中，猛风当中大拥抱我，我我我我，这刻身边只有风，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，隔不穿的空气中，猛风当中只有我，跌跌碰碰再次发过太空中，哆啦啦，狂风狂风没多狂风狂风，怒气狂涌，巨浪乱撞乱动，雷电用乍见暴力划破这世界真的天空，狂奔雨中，视野朦胧，狂飙着浪来，蚀落来，神秘的落来，巨风眼中活着只喜欢破坏，事后无踪，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，压不低的暖火中，猛风当中大拥抱我，我我我我，这刻身边只有风，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，隔不穿的空虚中，猛风当中只有我，跌跌碰碰再次发过大雨风中，啦啦啦，呼！沉在那铁板海的刹那中，马不羁的恋火中，猛风当中大拥抱我，我我我我，这刻身边只有风，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，隔不穿的空气中，猛风当中只有我，跌跌碰碰再次发过大雨风中，啦啦啦，一定要有型啲、yeah! 好啦多謝多謝多謝曬，多謝紅豆豆，多謝豆哥保護藝人晚上好啊，梁先生晚上好啊，霸娃晚上好，空霸娃是晚上好啊，知道啦，能量石你好，call call call， 你好，暴暴风女神，何丽丽晚上好，哇哦，你成日都系喺咁电脑上边翻译，黐，多谢苹果，多谢苹果俾个赞。今天還吃了一個蘋果，好味啊，好甜啊，好了，今天跟就快過端午節了，下個星期就開始了，
下个星期过端午节，咁下个星期就父亲节噶啦喎，好快吓，一日一日咁样过，依家都系到咗6月份啦。咁我哋大家咧都系要一齐玩下端午节嘅关于端午节嘅游戏，大家听住啦喎，可唔可以认真啲啊？集中下精神好唔好啊？你哋倾偈还倾偈。听我讲，你哋一定要答喎。第一题嚟啦，乜嘢种听个名就会觉得有阵尿味，但系又卖得好贵？峰哥你好，梁哥你好，晚上好。有咩人知啊？乜嘢种听个名咧，就觉得有阵尿味，但系又卖得好贵。有冇人知啊？读音好重要噶啊！虽然我嘅广东话唔系咁标准，阵间我讲出嚟，你哋全部都知噶。讲唔系讲，系讲出嚟吓。咸水种唔系嘅，乜嘢种个名字听起就觉得有阵尿味。嗯，平姐嚟咗咩？碱水，三二一，公布答案啦噃！你哋如果估唔到咧，我要就系、是、你哋要俾啲掌声我。如果估到咧，我就你点惩罚我呢？估到嗰、那个送一粒种俾你。三二一，开始公布答案。乜嘢种嘅名字听起觉得有阵尿味呢，又卖得好贵，好贵。听住啦，鱼翅种。有乜人？你识唔识帮我打出嚟？鱼翅同埋鱼翅系咪同一个读音啊？不过话是话咧，那个鱼翅种我真系未食过，会系咪好贵嘅？我就系睇到嗰个鱼画嗰度咧，嗰、那个摆嗰啲柜台入边都有买嗰啲嘢，系啦。冇错，掌声送俾我。咁跟住落嚟，未听过啊？冇呢个种咩？鱼翅种冇咩？鱼翅冇咩？有冇啊？好。跟住落嚟送上一首，爱江山，定系爱美人？是
詞作家咧一定講大話，我係江山更愛美人，應該寫翻轉愛美人更愛江山。不過咁樣寫就冇情冇情調啦，係嘛？好聽，多謝多謝。葉先生你好，今次冇記錯，因為我記得 IP。何麗麗，多謝多謝你嘅支持。耿叔晚上好啊，如此总第一次听，是咩？我上网找的喎，都是在嗰个香港的频道喎，佢啲都是香港人做，即系制呢条片出嚟。K O 先生你好，多谢多谢你嘅支持。姚柱总。瑶柱周围都有得食噶啦，鱼翅真系有，系有嘅，只系大家我哋冇食过啫。几时我哋买一粒，跟住大家分嚟食，一人一条。我就唔知啦，啲过年过节呢啲嘢咧，真系都几贵下噶吓。如果包装得好嗰啲，你哥，你头先揸紧车，依家翻啊？知道了知道了，好啊，欢迎你入嚟睇我嘅直播啊，李哥。有江山点拍？系阿高先生，多谢高先生，多谢你嘅支持。你叻叻，陈小朋友咩叻叻？系咯，K 哥你好翻啲未啊？婆婆喺度，婆婆都喺度嘅，锦叔。好啦，跟住下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同呢个端午节冇咩关系喎，大家听住路。荔枝、龙眼、西瓜、榴莲一齐去旅行。边一个唔记得翻屋企？咁简单都唔想打啦，唔想答我啦，系嘛？荔枝、龙眼、西瓜、榴莲，佢哋一齐去旅行。咁请问边一个唔记得翻屋企？
未啊，咁惨啊你，点算好啊？得唔得？我之前我买过一种嗰啲，有人反应系好好嘅，但系因为香港医院流年，你冇错，掌声送俾我哋嘅边一个好痛。春夏菜第一名榴莲啊，全部都知嘅，系咪榴莲呢？系啦系啦，冇错，榴莲唔记得花咁简单，唔啱字多星嘅，俾 人周围讲字多星啊嘛，系 呀，车呀，唔可以讲呢句。哎呀，玩下就癫噶啦！我真系玩下就唔好意思吓，我系淑女嚟噶吓。